豆豆腐十个人九个人在家做不好，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老好吃了，净扯，这玩意儿搁家能做了吗？人都上外面那个小摊上买去。你上小摊买多少钱一份啊？那十好几块，你还能十好几块？我这一块豆腐能做你好几份，信不信？哎呀，首先你看着没，咱们准备一块大豆腐啊，嗯，直接改刀给它切成大片儿啊，大约也就是两厘米啊。这么厚的片就可以了，看着没？啊，大点片、哎、然后直接切完之后给它放在水里面，重点是咋的呢，你别给它切碎了啊。啊，你外面买有这大片啊、哎、这玩意儿你也会做，你看这。这一个。非常简单啊。嗯。跟我学会了之后呢，可以说咋的呢，实现臭豆腐自由。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把屏幕给我怼一怼过。嗯，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做。那你就吃去呗，你看。简单方便。太干净，自己做是不是？嗯，咦，切好的豆腐为啥用水泡一下呢？因为这卤水豆腐表面你要切完之后，它有一层白浆，这白浆你到时候一炸一煎的时候，它会咋呢？发苦啊、哦！哎，重点是给它整掉啊！先来我把菜板刷刷来。好，这玩意儿配料就准备点啥呢？我这是准备点洋葱啊，必须得放洋葱末啊、哦！哎，你放大葱末也行啊，但洋葱末味道好一点啊。直接改刀切成小粒儿。切好的洋葱末放在这小盆里面，然后里面再放点蒜末，这是准备点这个小葱花跟香菜，一会儿出锅时候放的啊。嗯。然后再切点小米辣。哎呀，小米辣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是借味的，臭豆腐里面是这灵魂。嗯。哎，不能吃辣，可以少放一点啊。然后全部给它放在一起啊。然后这时候咱们是准备点啥呀、啊？这是辣椒面、辣椒面、孜然粉，还有这个芝麻、芝麻。嗯。我先辣着了。哎呦呦！哎呦妈，辣哭了。这洋葱挺辣，你说你这都教会了，那外面小店儿咋开了还咋卖了，自己在家做这不这也有愿意做，人本来也不搁外面买的呗。你着急吃就搁外面买点呗。咋的呀、啊、都教会咋的呀，哎这教哭了这家。哭别不对对吧，你学不会都哭。哎呀这就熟打就实在。锅里先烧点油啊，先调汁儿啊，调汁儿的。重点是这油必须得烧到六到七成热，必须得烧得滚烫啊！然后把往这个洋葱末跟蒜末里面，看着没？啊，一边扒拉，瞬间给它吃出香味来啊！哎呦我去了，这小香味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然后还留点油，把这个辣椒面呢给它搁里头啊，然后再炸一下子，把辣椒面炸香。哎，这小味出来了，这小味香不香？香啊！哎呦我去了，太好了！这时候咱们准备点成瓶这个臭豆腐啊。重点你看着没，往里倒点这汤，两块豆腐就能做出这一大块的，千万别搞多了，这玩意老咸了。然后呢充分的给它咋的呀，碾碎了。啊，哎这小味儿直接就上来了。哎呀嘎嘎的。这味儿才冲呢。闻着冲吃着香啊。哎对，闻着冲吃着香，这玩意越吃越香。嗯，上瘾。哎呦我这小汁儿全给它倒里头啊。哎。然后这个汁儿里面重点啥的，你得加点温水。你要不加温水的话吧，做出来咋的呢，这汁儿特别干。然后豆腐呢一会儿一炸完之后也特别干，它就不好吃啊。啊，这时候调味看好了啊，看好了。调味里面咋的呀？里面加点蚝油，吃点蚝油，蚝油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秃噜秃噜的呢。不要加太多，加太多了就咸了啊。豆做豆腐呢，最好放点胡椒粉，是提辛辣味的啊。然后里面呢，给它少放点啥呀？放点鸡精，再来点味精啊。不爱吃可以不放啊。然后这个白糖啊，必须得少来一点，是管啥的呢？提鲜的啊。嗯，这个汁儿就给它调好了啊。家里面有这个酱油的，或者就那个生抽或者一品鲜酱油的，少来点，少来一点就行啊，不要来多，因为臭豆腐本来就咸啊。哎，充分的搅匀，这小汁儿就完事了。这葱花跟这香菜末千万不要往里放，一放时间长它就咋的了，发黑了啊。等要把这豆腐炸完之后才能往上浇汁儿。然后这豆腐怎么炸不黑，怎么炸不费油，看好了啊。哎，接下来咱们锅里烧油，然后把这豆腐水给它控出来。一定要稍微控的干一点，要不然一下锅的时候咋的它崩啊，水太多它就崩啊。说什么是五成油，五成到六成油温去炸豆腐，然后去恒温去炸的，不要给它炸冒烟，炸冒烟了之后油就炸黑了还苦啊。看着没，豆腐往里一下，看着这种翻花的状态，然后给中小火慢炸啊，别着急、啊。如果说家里面油烧的少，你可以少放点豆腐，分几两到三次去炸的，别一次性都搞里头。啊。啊，注意细节啊！好，看着没？顺着锅边往里下，别啪往里扔，烫着啊、嗯！顺着锅边，啊，简单不？这是细节啊！嗯，哎，先炸一半，那一半一会儿炸。刚下里的时候，重点是啥呢？千万不要去动它，因为现在豆腐还没定型，你一动的夸全搞碎了。
让他大约炸个10秒20秒的，让他定个型啊。大约一会儿豆腐，你看了吗？现在就有点飘起来了。然后用个漏勺，轻轻的，看着没？有粘在一起的就给它打了开，啊，简单不？那豆腐炸的好不好？好啊，而且表面的油还没冒烟，这你炸完这个油，豆腐还能炸各种东西，不浪费，还能炒菜啊。好，豆腐炸着金黄，看着没？啊啊，这种状态嘛，咱可以给它捞出来，捞出来之后再炸另一半啊。如果愿意吃焦一点的，可以多炸一会儿，根据自己喜好，自己在家做随便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细节看出来，都搁这搁着呢。这一半炸定型，然后这一块不凉了吗？啊，搁里边再炸一下子，回一个锅啊。嗯，热完之后马上就捞出来。你看这豆腐，你看炸的好不好？好啊！哎呦我的妈，焦黄啊，外焦里嫩，还炸起泡了。哎，真好！你看这油，看这清亮吗？行家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用完这油看。就跟没用一样啊！你再倒锅里边，下回炸点啥不一样吗？那对呀。接下来咱们炸好的豆腐控控油啊，然后呢，直接给它铺到这一个盘里头。哎呦我去、哎！好，最后一步这小汁儿再给它搅一搅，把这个葱花跟香菜末啊全给它搞里头。这玩意儿我跟你说，必须得啥呢？料足啊！这属于重口味的东西啊，看好啊！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往上这么一浇，食欲来没？哎呦，上来没？哎呀啊！就这一份，我跟你说，老倪，你扎上小签，这一盘就卖你36，一块豆腐3.5块买。行，咋的？嗯，行不行？行行。以后记住了啊，炒豆腐你就像我这么做一回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吃完上瘾呢。这玩意儿你刚开始吃吧，你先咬一口，完了蘸点汁儿，因为啥呢？刚没泡进入味儿，越吃越入味儿。哎呦，真香啊！一吃也不吱声好香，真香、哎、看着都吃了，看着都香。以后记住了啊啊，臭豆腐在家你就像我这么做一回，你看看好吃不好吃，把眉毛给我怼过怼过，别问谁说的，就说我说的。好嘞，是吧是吧，真太好吃了，我这真好吃，老倪。哎呦我的妈，